全网都在求的杨超越发型教程来了，今天我请来了杨超越的造型师徐志奇老师，他不仅化妆很厉害，做发型也很有一手，打造出了超越很多出圈造型，所以我请他帮我打造几个杨超越同款发型。哇，好可爱，我想要半永久这个发型。他还揭秘了女明星发型的正确打开方式，扁头变圆头，终于知道女明星这些心机了，有手就能学会，赶紧看下去吧。这个发型是超越同款的半高马尾。做造型之前啊，一般都是要先把头发打湿，再给它吹成半干的状态，这样你做出来的造型才会更持久。做头发跟其实化妆有一个同样的步骤，就是打底。像徐老师的这种发质，就是为了让它更顺滑一点，没有那么毛躁。也有一些产品就是它有一些隔热的效果。那我这样的头发要用什么产品打底呢？我给你用的是我最近就是发现你比较好用的一个精油，唯一一个用了精油，我觉得它卷完头发那个卷是短短的，而且特别持久。它这个精油和别的精油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摸着就不油，贴完它以后它就是很有光泽感。所以在一些高温的东西加热你头发之前，你可以涂一点精油就可以保护你的头发。是用这个把你的发根吹干，吹成这样就差不多了，还是湿发的状态，不滴水，就是这样我们比较好做造型。这个就是一个40厘米的卷筒，因为我想做一点蓬松的大卷。老师最近给女艺人做造型有没有什么他们现在比较喜欢的？像现在这个季节啊，大家都会比较偏爱把头发扎一下呀，编一下呀，就是一个小心机，然后会显得你不一样，很俏皮。我发现编发如果编不好，就容易编得很村。如果你想把一个头发编得好看，它是有卷度有弧度的，编出来这个头发它更有灵性。明白了，不管你用什么工具去做卷发，我们都是做外翻的卷，我们现在很少做往里走的卷，会一定程度上显得你有一些年龄感。70-80年代那种复古的造型，可能手推波纹啊那种，还是会往里卷。就是欢迎来到90年代。对我们现在21世纪了，就要往外卷。就把我们这个卷打开，直接梳就好了。天哪，好自然哦，就是很蓬松，超级有空气感。然后我现在要把你头顶的发根吹蓬一点。我自己做这种发型的话，很容易把我的头绑得很紧，怎么才能有这种空气感呢？就是不管扎丸子头也好，还是你做一个半扎也好，你想让它蓬松一点的话，卷发的底你再去弄的。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用梳子，用手指，有个缝在的，它不会那么紧。我们这里取的发量大概是从你耳尖到你头顶最高处，然后斜着走。你正面看它的时候，耳后的头发一定要留出来，把它弄得蓬松一点，出在你的耳朵外面。天哪，这点是精髓，终于知道女明星这些心机了。这个地方我们不用皮筋儿，我们就把它拧一下，往上推。哇哦，哇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再用手指就是抓一些你想让它有的一些弧度，调整它饱满的一个弧度。难怪自然的蓬起来了，扁头变圆头。看似简单的发型，原来要如此精心打理。用我们的平时用的那个黑色的发夹固定就好。呀，好看。这个刘海也要处理，发际线粉是不是感觉很像气垫？蘸一点就已经好了，就离不开它了。哇，这个好方便啊。它在补色的同时可能会加一点发量和体积，就是露头皮是避免不了的，并不是说你发量少，而是说你扎起来的话它一定会有个分层在。我的天哪，好自然哦。它会比那种传统的那个圆头的会更贴合一点，那种圆头的有时候你手重，就是一笔一道还要再揉开它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就直接拍上去就好了。哇，我要买这个了。现在开始扎蝴蝶结。我想让这个蝴蝶结看起来的形状更好看一点，露出来多一点，我就拿卡子把它固定住。哇，好可爱哦，瞬间减龄。我想要半永久这个发型。第二个就是那种超越同款的珍珠编发，这个是近期你搜发型检索最高的。这个头发是两个麻花辫嘛，如果不喜欢中分的人有一个小方法，我们在头顶上只取头顶的一点点，就相当于这么一点头发卷过来，然后它会自然而然的增加你的颅顶的高度。学到了。我们把头发分成两份，准备一个珍珠的一个链条，这个是我自己穿的，但现在网上有很多，它是有大大小小不同的。对，然后中间呢还会有一些间隔。对，这样可以让你的头发更有灵动感。对，最上面先
夹在我们的发根处，然后我们把头发分成三份，应该会吧？我会，但是我编起来很土呢。麻花辫很忌讳你编得很紧，掌握好你自己想要的一个蓬松的一个度。很多人不喜欢露这个披巾嘛，你就可以取一点一小缕头发绕住它。一般不是再拿一个一字夹固定吗？对。但这种小的地方有可能支出来，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，我们喷一点发胶在上面。我们要调到热风，然后让它的那个发胶马上干掉，它就是一整天都不会散开。神奇，哎，很好看，而且一点都看不到皮筋，哎，是的，然后再把麻花扯出来一点，对，就调整一下。我觉得你如果下次再接发的话，可以稍微再接多一点，是感觉变着变着没有头发是不是？就有点单薄，高情商，头发有点单薄，低情商，你秃了。老师，你这个视频发了，估计又有更多卖家去做你这个同款款式了，立刻连夜开始穿珍珠。我喜欢逛一种那种辅料店，可能是服装的辅料啊，直接拿回来自己就 DIY， 就别在头发上，就很好看。我们这些普通女孩上淘宝买辅料挂在头上，那就真的是一块辅料。老师买一块辅料挂在头上，那就是女明星同款。超越同款的那个头发上还有这种蝴蝶，我也是在辅料店买的，2块钱一个，他们就在后面粘了一个夹子，卖15块钱一个。这些人，我要发财了，我今天晚上回去就开始粘蝴蝶。晴晴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商业机密，谁让那个钱我没赚到，直接拿这种 U 型夹给它穿过去，就别在你想别的位置。如果你们直发编，那你们就处理一下发尾，就用这种梳子就给它发尾一个弧度就好了，要不然你发尾是直的就很愣。天哪，好看。切的造型，一刀切，我们要先把自己头发弄直。哦，头发变直了，因为一刀切是发尾要齐的嘛。我们接一个长一点的假发片，然后把假发片剪一下。对，我准备的是一个浅色的，可以让你有一个渐变的感觉。哇，我想摸一下这个假发片。它是真发。感觉这个比我自己的发质好多了。给艺人用假发片，前提是一定要用真发，就直接夹在发根的地方。后面左边、右边各夹一片。哇，好看好看。这种头发就特别适合如果你被家里逼着去相亲，然后你就弄一种特别飒的头发，然后去跟那男人见面，让那男人就觉得啊也很高贵，但你不配。